欢迎光临，我是梅子咪。今天要为你送上的是返校。天啊，整个就是让我等了非常非常久，就是千呼万唤，终于等到它正式版发售了。希望它会跟我预期的一样恐怖。让我们来细细品尝吧。来，初雪新生。这是跟之前试玩版一样的部分，然后在我们的收尾，主角就睡着了。所以这个白教官是幽灵吗？因为他的脸好黑哦。殷老师，你有看过这张书单吗？然后边缘人就醒来了。我睡着了，奇怪，人呢？怎么没有半个人？台风警报，台风警报，这个季节哪来的台风？见鬼了，是见鬼。这是我的位置。课桌椅坐起来不舒服，但久了也习惯了。这种天色看起来真的有台风。我记得今天上课时听起来蛮好的，现在竟然说有台风。桌上有张纸条，新增笔记，老师去哪了？不知道谁传给谁看的纸条，看来有人关心殷翠涵老师的行踪。殷老师是近期请假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不晓得，只听说会有其他的老师来代替他。先说到周记本里面吧。其实我以前最讨厌写周记了，因为每次都要想说到底要写什么。霍格兰平常只有注意行事历，小考、中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、模拟考，看了就很头痛。真的，一直考试。会跑步，班上的课表，我从下午第一节历史学到现在都没有同学叫边缘人。这是厕所，女生厕所还是别进去吧。没有什么想上厕所的感觉，校门口不是这里。行政笔记，检举匪谍人人有责，发现可以立即报告。教官是发出的检举公报，因为我们还在战争状态，教官总说要小心敌方的国内渗透，政府提供各种奖励鼓励学生们检举匪谍。这里呢？听说老高有时候住在里面，烧死我没人在的样子。老高是退役军人，大家私底下都叫他老芋头。老啊，灯在哪？这里。变得比较细致，弯曲手柄儿。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为什么工具间会贴这个？完全有看没有懂。其实你也太脏了，一靠近就闻到浓厚的发霉味，好恶心，也不想拿来穿。这种话真的不要乱讲，等一下搞不好就真的死了。记得这个控制铁卷门的，记得这是控制铁卷门用的装置。Open， 里头是一组机械讲台。盖子上用油漆写的操作方式，看来需要一根手摇柄啊。要跟场景互动，来。芝麻开门，开着。好，还有别的地方吗？哦，花花，水仙花盆栽，真惨，不过只剩下一株还撑着。终于似乎有什么东西要挖出来吗？旧照片，在大华楼一楼画幅找到的照片，或者严重看不出里头的人是谁。边缘写着段文字，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，却并不要求什么回报。一个很奇怪的隐喻，不知道隐喻什么。不知道这种啥的盆栽，里头植物都死光了。校长去，锁起来了。好啦，那就出去了。跑跑跑！其实严格来讲，今天学校是大的。要出校门最快的方式是穿过礼堂，要进去吗？是的。培养高尚品德，实践四维八德。四维就是礼义廉耻，八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。要去叫美女了，要先看一下自己服装仪容有没有端正。仪容镜不自觉就想检查衣角有没有跑出来。好哦。Hello。嗯，这女生是睡着还是怎么样？同学，没反应，上去找来看看好了。同学，起床喽，回家喽。同学，起床喽，台风快来了。这里是哪里？大礼堂，你是在讲台中间。咦？学校已经放学了，台风来的样子。台风，我刚从教室走过来，沿路连半个人都没有。奇怪，我怎么？快回去吧，天色也不太妙。等一下暴雨就惨了。等等，我的项链不见了。啊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的项链？刚才叫醒你的时候就没有了。怎么会？我弄丢了。教室用的椅子平常不会搬进礼堂，今天有什么活动吗？也不要不理人啊。要帮忙吗？嗯，这样会不会耽搁到你？两个人走比较快，那就麻烦你了。
是什么样子的项链啊？玉佩，白鹿的造型，用绳子系着。那我们奋斗找吧。谢谢，拜托你了。我还是喜欢就是人们微笑的时候，尤其是那种自然的微笑，看起来最可爱了。哦，小林，从门口的伸手好像有什么东西，看里面了，伸手没有办法拿到。旗杆、班级牌，学校集合的时候就要搬这些玩意儿。在那里面放了一把雨伞，拿起雨伞，拿破雨伞，这边应该就没有什么。用雨伞把它勾出来。取得物件，白鹿项链。好，拿到了。去找正妹，他搞不好就会喜欢上我。Hello， 你怎么在礼堂睡觉？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头还有点昏昏的，还是赶快找到项链回家吧。嗯，来，你的项链，是这条项链吗？你找到了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在那里发现的、啊，隔壁储藏室，掉在通风口里，感觉像是被丢进去了。咦？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？算了，反正已经找到了，没有其他事就快走吧，感觉要下大雨了。嗯，好，快走快走，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这棵松树已经很老了，也许在人们来到山上就已经存在了。走走走，这石头已经存在很久了，好像从什么山上的宫庙掉下来的，都没人去清理它吗？警卫室连警卫回去的样子，再过去就是校外了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啊，出去。啊，桥断了。哦，不会吧？天啊！而且河水怎么变红了？怎么可能？这么大的血，这么大量的血，血！你不要吓我。抱歉，只是随口说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先冷静下来，这一定有合理的解释。怎么会染红？台风天河水顶多变浊吧。我知道了，现在有几间工厂，一定是他们趁台风天来了在偷放废水。是这样吗？应该吧。其实我也没亲眼看过，就从里长那里听来的印象。这样的话的确说得通了，比较糟的是桥断了，这样没办法下山了。真是的，明明一堆人每天来来去去，空手就是死都不改建这座缆桥。先回学校吧，这样淋雨也不是办法。也是，别担心，如果只是台风，先回学校的资源可以安然度过的。嗯，你还蛮可靠的嘛，就保持乐观讲。那我们走吧。在暴风雨里的学校，
又湿又冷又受困，祸不单行。先休息一下吧，等会想想要怎么在学校里过，等会想想要怎么在学校里过台风天。啊，对了，还没谢谢你，帮我找到项链。我是三年中班的方瑞欣。你呢？我只知道这里是二年人班。是三年级啊，学姐叫魏仲平，不用叫学姐啦，有个别扭，叫名字就行了。平常不会去三年级的大楼，觉得你们都在准备升学考试，气氛应该很沙吧？才没有，哎，我来是这样玩，没有你想的那么认真啦。蛮羡慕你们的，快毕业了，不用再看到白国峰那张扑克脸。白教官，哇，你竟敢直用他的名讳！听说他以前打仗杀人不眨眼哦，我也是自己下台感好吗？平常大家都怕他，怕的要死。而且远远听到他轻弹咳嗽的声音，光远远听到他轻弹咳嗽就，光远远听到他轻弹咳嗽就会喘。嗯哼，那个同学就是你，乖。为什么看到教官就躲？心虚什么？你供的呀。妈呀，你是妈呀，学的有点像。就忍忍吧，明年就轮到你，就忍忍吧，明年就轮到你毕业了。唉，度日如年好吗？唉，度日如年好吗？我想好了，过一会我下去校长室打个电话，看能不能联络到里长。工具机应该有一台暖炉。然后再去保健室弄两条毛毯，这样过夜应该就没问题了。也考虑了郑州道呢，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学姐，你在这里等。出众跑腿的事让男孩子做就好了。你这样很大男人哦。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小姐。是哦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就很习惯这样讲话。也不用这样道歉啦，你这人真够直的。不然这样，我先去打个电话，回来再一起去搬东西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的话我就接受，那你快去快回吧。电话打了吗？正要去，快去快回哦。这边还有什么秘密吗？应该是没有。看得到哎，之前就看得到了吗？还是后来改版？等一下，这一段之前没有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见了！等一下，魏同学就这样消失了，不是吧？他的脚步轻声回荡，勾起心中一丝悬念。时间戛然停止，世界分崩离析。转眼间，虚无已将我吞噬。虽然已经知道他会死了，可是怎么会？魏仲庭，你不要吓我！没有呼吸的脉搏，死掉了？怎么会呢？校长还在聊天呢。天啊，我才刚认识你，这是噩梦吧？
方瑞欣先冷静下来。讲台上掉了一本书，是魏忠廷的周记本。小枣有看到他在翻，也许你没有什么线索。前路不明，须知艺术，转乾坤锁，以起命门。看起来是一张公庙的诗笺。小耿